几个账号，你生活有重要。你说我们都可以。其实我们今天是认识对方，我觉得小朋友，就是网络知道，我知道他已经公平这样子。Enjoy 啦！我们讲话不是对镜头讲，是Enjoy 啦。紧张哦，很好玩哦。第一次听哦，就很刺耳。其实是有点紧张啊，紧不紧张？他不要理我，不要理他。其实真的我很紧张，但是我要唱歌好不好啦？见仁见智啦。这个是我请大家吃的，我亲手做的。你会做给你，我们来这边搞个节日。希望可以成功。我怎么跌倒啊你？跌倒，痛吗？可以。某某某，哈？你在说什么？某某某某某某。OK, thank you.